吓死我了！你是手拉手家政公司介绍来的吧？是是，我就是。你是什么事？您那公司讲信誉吗？我在这儿站了半天了，才来人呢，行不行啊？如果找不到人的话，没有关系，我立马换公司。哎，找得到，找得到，这不我来了吗？谁呀？哎，我呀，我。找的是你呀！啊，你行不行啊？行啊！您看，我行吗？挺健康的。那这样吧，我要去趟超市，陪我遛个弯吧。没问题。哎呦，这……哎呀，谢谢。哎哎，好。哎呀。我膝盖不好，走慢点儿啊！哎，好好好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来探路的。探路？探什么路啊？首先呢，刚才那打电话的肯定是他们团伙的成员，要不然。咱们接电话他不吱声，小芳一接电话那边就说话了吗？什么团伙啊？盗窃团伙，这不明摆着吗？盗窃团伙，你是说这个保姆是小偷是贼？肯定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小芳啊，先以保姆的身份混到咱们家，搞清楚咱们家的家庭成员、作息时间，还有咱们的贵重东西藏在哪儿，说不定啊，已经把咱们大门的钥匙给配了呢。等到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时候，就来作案，把咱们家的东西都偷走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对呀。怎么不对呢？你想想哈，他要是来探路的话，就应该主动抢着干活，擦桌子、擦柜子，这样才能知道我们家值钱的东西放在哪儿。可你看他懒得跟个猪一样。哼，也许人家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呢。要是能让你看出来，那个贼得多笨呢。那怎么办啊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啊，第一啊，得先把咱们那个大门的锁给换了。这第二呢？第二，他要是再来，把他打出去。你家里头几口人呢？离婚了，就一儿子，上小学呢。哦，但是我找的是一个住家保姆，你行不行啊？行，我儿子上的是寄宿学校，不用管。您呢？就您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？住那么大的房子也是我女儿孝顺我的。我呀，还有一个小外孙女儿。平时不大来，星期六、星期天才过来，他们都很忙的。您外孙女儿多大了？六岁半了。才上小学一年级。哎，你喜欢小孩子吗？喜欢，特别喜欢。我现在干的这家也有一个小姑娘。那他们那家人能放过你吗？没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那家两个农村来的老家伙，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。哎呀，跟您简直没法比，天上地下。他们家的小姑娘可爱吗？哎呀，那小丫头啊，模样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是个小哑巴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他爹妈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。哎，啊，对了，您看，我什么时候过来合适？要不就明天。啊？我明天过来。那好。那就明天吧，明天一大早，
你就到我家里来报到。没问题，我马上就去辞了。明天早上8点呢，我准时到你家里报到。别忘了我们家的门牌号。记得记得，您就放心吧。来来来，走去超市吧。好，拿着我包啊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哎。锁也太结实了，不好拆。让你请个师傅，衣服要省那几个钱。哎，能省我就省几个嘛。拆不下来怎么办啊？哟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啊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哎呦，嫌我回来晚了？不不吧，进屋吧。不进了，结账吧啊！我来了2天，1天150，给我300，我走人了啊！你要走？我没让你走啊。 这门锁都要换了，你们当我眼瞎呀？既然信不过我，我也不伺候了。快点拿钱！拿什么钱啊？你好意思要钱？我怎么不好意思了？这是我劳动所得，你拿什么动了？菜我们买，饭我们做，房间是我们收拾的，你就干了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吃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税。少废话，我还带孩子的呢。啊，快点拿钱，不然我打电话喊人了啊！哎，好了好了。 给拿钱，拿了钱你赶紧走。什么人啊！这是。不对呀，一个月2800，每天合着起来150多，凑个总数250。250？你怎么打起来了？别打！别打呀！哎，你先告诉我，是不是你干的？ 我就又干了什么了呀？给他爷爷奶奶使坏呀？他奶奶爷爷，我连认都不认识，我怎么给他使坏了？哎呦，老太太呀，昨天夜里啊犯了心脏病住院了，老头跟着上医院了，这孩子没地儿搁，就先托付给我了。老齐，我就琢磨了，你说你跟我打听他们家的事儿，不是没有目的的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 他奶奶爷爷到现在我连面都没有见上，怎么跟我又有关系了？他发心脏病，你不知道？这个不是找了个保姆吗？啊啊，这没干2天吧，就不干了。哎，两句话没说对付，就打起来了。你说，哎，真跟你没关系？那他奶奶住院要住多久啊？我哪知道啊？哎呦，你说我啊，这招谁惹谁了？摊上这么档子事儿。 那我就不麻烦你了，把这个孩子就留在我这儿吧。我倒是没意见，可是人家能同意吗？老齐，老齐，哎，婷婷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哟，婷婷啊，好久不见婷婷了，看看谁来了？哟，别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是来给老齐啊通风报信的。有这么好心？你们来干嘛呀？ 我们去家找你去了，你不在。不过也没什么事儿。得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婷婷，走吧，你现在呀不是你老了的小尾巴，是我的尾巴。中午爷爷回来呀，我还得物归原主呢。来，那要不这样吧，跟他爷爷说一声，今天就把孩子留在这儿吧。不行。 我要真把孩子给了你了，人家回来跟我急，我可怎么办呢？走吧，婷婷，听姥姥说啊，你现在就跟常姥姥走，回头呢，姥姥去找你，行不行？快走吧，走走走走，来来来，听话听话，孩子来听话，快走了，回来看你的，乖啊，快快，别让姥姥把您扯动了，姥姥会心痛的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小心小心啊，姥姥回来找你的啊。
乖孩子，听话，听话。干什么呀？这是。老齐，你说你这何必呢？你瞧瞧，把孩子伤心的。我怕害了孩子。你这样才是害了他。但是大美，你真的不明白。我是不明白，我只是要婷婷想姥姥，要姥姥，而你这个姥姥却不要她。哎呀，老齐啊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你真舍得呀？我请你们两位告诉我，他奶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我说吧，其实呢也没什么，就是口角造成的纠纷动了手。那保姆说他找到了更好的雇主，所以不想干了。而婷婷的爷爷奶奶呢又不肯给人家结工钱。婷婷爷爷说，那保姆根本就没好好干，而且是他先动的手。他奶奶病得严重吗？反正120直接给来医院抢救去了。不过今天早上听说救过来了，但是得做支架。在哪家医院？人民医院。这件事情我有责任，我去看看他。你有什么责任？老齐，老齐，老齐。哎呦，你说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呀？他自己说的，见了许家人宁可绕着走。他这好，这干嘛呢呀？忘了人家许家人怎么欺负他闺女了？大梅，你也别想得太多了。老齐这么做，那也是为了孩子。我不理解。我是他请来的保姆。你搞错了吧？这家人早就搬走了，里面根本就没住人。这房子都要卖了。没错呀，就是这栋房子，我昨天还来过呢。你肯定搞错了，来来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。哎，不是这个，不是。光明啊，哎，我跟你妈呀，挺好的。啊，你给家里打电话了？我们在逛商场。婷婷挺好的，哎呀，孩子真听话。啊，让你妈接电话呀。啊，你妈在那儿忙呢，在那儿买东西呢。婷婷也在那儿跟你妈一起。哎，你就不用担心我们。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挂了啊。好嘞。璇，差点说漏了，这笨。哎呀，你说你啊，你跟个保姆置什么气呢？还打起来了，这不住院了吗？他先动手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光明什么时候回来？7-8天就回来，放心吧。谁呀？您是许先生吧？我是，您是？我是来道歉的。水果送给你的，
你呀、啊，甭给我来这一套，不就是怕我们投诉吗？这件事情呢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买点水果说几句好话就能解决的。你们有公司吗？啊？我说你们有公司吗？手拉手家政服务公司。手拉手，名字挺好。回去跟你们领导说，那个人做不好工作还打人，这个事情性质非常恶劣，必须得有个说法。是，必须会给你一个说法。今天你来了啦，就说明你们公司有个态度啊。说说吧，有什么想法？公司的领导派我来，就是想听听您有什么要求。第一，必须赔礼道歉，而且必须是书面的，口头的不行。第二，经济赔偿，住院费、医疗费、精神补偿费，这个钱你们公司得出。第三，我老伴住院呢，我得来陪他，我家里有个小孙女，你们公司得马上派个人来给我看孙女，必须派公司最好的，绝不能像以前那个样。我的话你听懂了？我跟你讲，这三条啊，缺一不可。等我老伴儿出院了，好了，你们呢也赔了，就说那钱也赔了，这事情才能算完。哎，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咱们就定，如果定不下来，我希望你马上跟公司领导去汇报。听清楚了？许生，就是那个第三条我不明白，您说是公司马上派一个最好的人来，嗯，来干嘛？照顾那个老太婆，你爱人还是你家里那个小孙女儿？我跟你讲啊，我爱人住院我来照顾就行了，派一个人来主要是来做家务，照顾那个小孙女儿。哦，懂了。嗯，明白了。听说您还有一个儿子是吧？啊，他呢出国了，过些时间才能来。哎，怎么你们派个人来还要挑肥拣瘦的？哦，许先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前两条呢，我现在我不能做主，我得回去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，看看领导的意思。这第三条，我现在马上就可以答应你。公司马上要派一个最好的人来，必须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啊，是你们公司最好的，肯定是最好的。我呀，我手脚很麻利，身体又健康，我是最好的。你啊，你谁呀？哎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是谁呀？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干嘛要认识你啊？我们见过吗？不是，你是谁啊？你平白无故的往人家里跑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小李啊。叔叔，您在呢。啊，你来了。是，
光明他在美国不放心您跟阿姨，所以让我过来看看你们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叔叔，那人是谁啊？啊，我们家新请的保姆。哦，阿姨呢？哎，你阿姨她，哈，挺好的，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。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挺好的呀。叔叔，嗯，家里要是发生什么事情，您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给光明打电话的事告诉他，我们俩挺好啊，也让他放心啊。我知道了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跟光明说，您跟阿姨呀、都特别好。好好。叔叔，那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药厂那边还有点事儿。啊，好，你忙你的去吧啊。行，叔叔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好。叔叔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慢走哈。行。一会儿的功夫就整理的挺整齐啊，挺好。你还挺满意吧？满意满意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。啊，哦，我。姓什么？我姓齐。哦，老齐。哎，是老齐。什么地方人呢？小地方，小到了就连地图板块上你都找不到的地方，说了你也不知道的。哦，家里有几口人呢？两口，我的老伴儿早就去世了，现在就剩我跟我女儿在一起。也在城里住着？啊，那倒不，他在外地打工呢。哦，你是要给病人送东西去？对对，我给老伴儿送衣服去。啊，哎，老齐啊，哎，你来你来，你看哈，这是我孙女。啊，挺可爱吧？都这么大了呀？哎，他奶奶呢，现在正在医院里住院。我一个大男人，给孙女洗澡、穿衣服，她都不太方便。这事儿我一看就交给你了啊！哎，行，你放心吧。嗯，今天我主要是来认认门的。嗯，那许伯伯，咱们就说好了，从明天起我就过来做。行，从明天开始。哎，那我去送衣服，咱一块儿走。哎，好。哎，走走走。来。哎，好。徐总，真不干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那还有假呀？一来啊，这合同到期了；二来，我也想换种活法了。这总不能一天到晚的干夜场，对吧？那你真打算去滨城那边开什么文化公司？这是怎么着？你以为我跟你小子开玩笑呢？啊，没有没有。你不会是还舍不得这破地方吧？哎，薛总，说实话，在这边待久了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走。所以你小子就没出息。行了，别废话啊，赶紧通知大家，晚上把东西收拾好，明天出发。薛总，你大家都不想走了？什么？啊，那个大家都不愿意去。没病吧你们？哎，我是去冰城开文化公司，去做更大的产业。是是是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不去别后悔。不是不是，我不想去，我是想跟你去，薛总。是那个老金跟他们不想去，接手新月无边的老板娘想留下来让他们接着干，所以他们又不好意思来跟你说，所以就让我。行啊，不想去就不去嘛，人各有志是吧？你告诉他们，来去自由啊，我不强求。哎，行，那个药厂那个周年庆典怎么办啊？药厂的周年典礼，人家是那种高大上、高规格的舞会，明白吗？
啊，就我们这些那个乱七八糟的节目，能登得上大雅之堂吗？这事你就别操心了。你去跟他们说一声，想走就走，想留就留，别有心理负担。跑去当保姆，这对我来说，对婷婷来说，也许是一次机会。知道你是为了婷婷好，可你不能为了婷婷就把自己卖了吧？我愿意。你这样没人买你的好，我不需要谁买我的好，只要有人对婷婷好，我愿意。婷婷也不会感谢你的，但婷婷见到我，她会高兴的。不一定，我告诉你，婷婷想见的是姥姥，不是保姆、阿姨、佣人。大梅，有些事情老齐的事儿，有些咱理解不了。老康，你说什么呢？老康说的对的。我们家很多事情你根本就理解不了，再说了，我怎么说，你都不会明白的。行行行，算我没说，你尽管做你的。反正你刚才已经不是说了吗？我不要脸面。行，我就不要脸面，因为我说什么你都不会明白的。我就是不明白。你永远不会明白的。因为你现在你没有孙子，你也没有孙女，你完全体会不到那种隔辈亲的那种感觉。大梅，哎呀，大梅，你这是何必呢？老齐啊。大梅说话直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虽说这事儿呢，换了我，也不会像你那么做。可我能够理解，为了孩子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，对吗？老康，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，我有什么价值？我现在剩下唯一的价值，就是看着儿孙们长大。我还有什么办法？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能够看着这个孩子长大。老齐啊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能理解啊。可我说句实话，你这话呢，也不全对。咱们都这岁数了，活着也得为咱们自己，不能光想着孩子，你说对吗？我做不到。好，你做不到。可你得想想啊，以保姆的身份去。真的对婷婷是好事吗？这是我想来想去一个唯一能够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怎么两全其美了呢？你想啊，我先不说他奶奶爷爷会不会对他好，但至少我这个孩子他的生活习惯我清楚，他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，我只要离他近一点，我就可以把这个孩子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这个孩子可是太可怜了。是，那他也可以跟着你回来住吗？我何尝不想啊！你看看我家里的这个条件，上一次耳蜗的事情，食物中毒的事情。我好害怕，我怕他在我这儿又出什么事儿。理儿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总有别的办法吧？老齐，你别激动，要不咱打电话跟丁雪商量商量。这个事情是一定不能让他知道的。我女儿那个驴脾气，谁受得了啊？是，
这事儿绝不能让丁雪知道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大梅那边我再劝劝她。不过老秦，大梅真的是关心你。我知道，老高。他的事儿别往心里去啊。谢谢。对了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去当保姆。好了好了，你去当保姆，听听的爷爷奶奶虽然不认识你，可许光明出差回来怎么办啊？是吧？你还能蒙混得下去吗？那许光明他能答应吗？这我也想过了，那蒙混一天算一天吧。别倒了，我不渴。你带婷婷回去吧，我这儿没事，有护士在呢。再待会儿。你看，孩子都困了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那哪行了？那婷婷怎么办？你管了我，就管不了她。没问题。哎，忘了，我还忘了告诉你呢。我呀，新雇了个保姆。哎呦，别，千万别提保姆了。哎，一提到保姆两个字，我就心颤。这可不一样。还记得白天来的那女的吗？还有印象吗？我呀，我跟她聊了聊，这个不错，主要是她愿意来，而且呢，便宜，一个月才2000块。你住院期间。免费，又贪便宜，便宜没好货。你先用一个阶段看看吧。你安静养病吧，啊，别操这心。许伯伯好，来了这么早啊？还早吗？你不是要到医院去照顾病人吗？我去了早是把你早点带来了。好嘞，进吧。怎么您这才起啊？昨天晚上呢一晚上没睡着，挺累，今天还要去医院。哎，你姓什么来？我姓齐，你就叫我老齐就行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老齐，老齐，老齐。哎，婷婷呢？婷婷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正在屋休息呢。老齐啊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孩子叫婷婷啊？这不是昨天你才告诉我的吗？啊，我昨天告诉你的。姥姥。好，他怎么叫你姥姥呢？是，你问我怎么知道他叫婷婷？其实我在你们小区里干活已经干了好多年了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我都认识。就说你们家的小婷婷，她最懂礼貌了，每次见了我都叫我姥姥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叫我姥姥？哎，人老。孩子见了都叫姥姥，他就跟着叫姥姥。哎，婷婷，这是咱们家请来的保姆，愿意叫姥姥就叫她齐姥姥。
好，我去休息了。啊，哎，好，你先去睡会儿，补补觉吧。好嘞。姥姥。去着凉的，姥姥可是答应你的，姥姥会来看你的，抱抱。哎呦，我的宝贝，我的小心肝，姥姥想死你了。来，靠着，嗯，乖孩子。如果你要让姥姥每天都来看你，你得答应姥姥，咱们能不能玩一个游戏啊？嗯。在外人面前，你要装着你不认识我。我不是你的姥姥，我现在是你奶奶爷爷请来的一个保姆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哦，你又不听话了。其实孩子，这游戏挺好玩的。你想一想，你在外人面前，你装到你不认识我，我不是你的亲姥姥。我是你奶奶爷爷请来的保姆，但在没人的时候，我才是你的姥姥，好吧？那你不跟我玩这游戏的话，好吧，我走。在外人面前，我不是你的亲姥姥，我是你奶奶爷爷请来的一个保姆。在没有外人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才是你的姥姥。啊，你爸就是新找了个保姆，别的没什么。是啊，我去的时候阿姨不在家，说是带婷婷出去了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能早两天吗？我想去趟香港，你可不可以陪我去啊？你要是可以的话，就直接从美国飞过去呗。嗯，也不光是为了玩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跟你商量呢。好，那咱们见面再说吧。你就提前跟你们所长请两天假嘛。好啊，那我等你的电话。拜拜。爸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要是真心里没鬼的话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去邀请许光明呢？干嘛要让我编这些话来把他骗回来呢？许光明这个人呐，太不懂得人情世故，我要是邀请他，他肯定不来。你放心，我就是想跟他进一步的接触接触，希望将来呢能够有合作的机会，那对你们将来不也好吗？这样吧，你们去香港和槟城的一切费用由我来支付。爸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。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，既能增进你和许光明的感情，又帮助了你爸爸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啊！婷婷，在家要听话啊！如果保姆带你出去玩，不要走太远了，啊！给你吃东西，你千万注意，不能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吃，啊！爷爷回来给你吃午饭，记住了，你听话啊！这是我刚带来的现磨的热豆浆，你拿到医院去，给许妈妈喝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我自己来。您放心吧，您回来的时候家里肯定热菜热饭的在等着您呢。这些我都会收拾的啊。好，我给你开电梯。不不不啊！你照顾孩子啊。啊，好好好好。
路上走好啊，小心啊。怎么，还以为自己真丢了？姥姥帮你捡着呢。婷婷啊，从今天起，紧紧的抱着他，永远都不要跟他分开啊！给他打电话。哎，大哥，许大哥，你好。哎，又上医院看我大姐姐啊？啊。哎，我大姐这病怎么样了？好点了，医生说呢，先静养几天，观察观察。哦，哎，不用做那个什么支架吗？支架。